就玩过拳网、街头霸网、功夫网，还真没玩过苏学网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得想想，这里边的男主角应该是一个系着花头巾的肌肉猛男，对，肌肉猛男。二元一次方阵组的，他是一元一次方阵组的一个扩展，啊，一元一次方阵的一个扩展。啊？是一个继续。怎么游戏机变成学习机了？哎呀，我的老爸呀，你可把我给坑惨了，我的肌肉猛男。哟，我怎么闻着这么股味儿？又伤心又失望，这哪儿来的这？去！烦不烦啊你啊？跟着出洋相，哪来我哪带去？哎，你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你干嘛来了你？哎，我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见解。这两天我突然发觉，这世界上它就两种人，一种人呢，他很烦，还有一种人呢，他很高兴，哎，就跟我这样似的。最近我高兴，我高兴，我高兴，星星，星星，还星星，高兴就高兴，用不着那么肉麻，还星星。谁叫你了？真是的。哎，星星，星星。哎，鼠标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就住这儿啊。是吗？啊，那么巧啊，我们家住就后面那栋楼。哟，那咱们都当了这么多年邻居了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我这跆拳道昨天老师教那个还是，哎，你会了吗？那么简单，当然会了。怎么你不会啊？啊，对，我不是不太熟吗？哎，要不然你去我们家教教我。教倒是可以，不过今天是不可以，因为我正要去徐金家呢。你去他那干嘛呀？我这儿有一道数学题不会，我想去问问他。哦，什么数学题？我看一眼行吗？嗯。确实是等于零啊，这个，然后这简单，选 B， 二分之根二，而且是关于 y 减 x 等于零对称。哎，对，哎，那后面怎么做呀？后面先躲开，哎，后面我告诉你啊，后面我跟你说啊，主要。你先把这步给算出来以后，后面就简单了。那再后面呢？在后面这俩乘积就是最后答案啊。啊，多谢了啊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他叫刘星，是我的同学，我的好朋友。那你不早说。我不没来及嘛。刘星，你数学不错呀。哎呀，好像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。不会吧，谦虚过度可就是骄傲了。哎，这个我替他证明，确实没人这么夸我的。我数学就不好，你能帮我补补吗？能啊。那咱们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做作业，正好你再把刚才这道题给我细讲讲。没问题，上我们家，走。哎，拜拜。那我那跆拳道什么时候学呀？怎么到我这儿就该到时候再说了？哎呦，现在我很烦，烦死我了！我怎么那么烦呀我？怎么样，这道题会了吧？会了。那下一道题呢？哎呦，这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。什么来了？我说我闹肚子，肚子又来了啊！肚子？闹肚子，我想上趟大号。那您去吧。啊，好，我去了。
谢谢你，太子。受之有愧。怎么会是受之有愧呢？你当之无愧，又谦虚。我这还真不是谦虚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你干嘛？如果有问题还来找我好吗？你不说我也会来。好。希望你明天还有难题，拜拜。别看了，人都走没影了。哎呦，这跑这么多趟卫生间啊，我确实有点饿了。盼人家什么的都有，但是盼人家遇到难题，我还真是头一次听。你懂什么呀？啊，人家一遇到难题，我就能给他迎刃而解。人家的难题对你来讲岂不是更难吗？不要小瞧人哦，啊，那可不见得。哼哼，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往歪处想嘛，啊！我这个是助人为乐，就您那水平还助人为乐呢，跟女孩套近乎还差不多。什么？自己都还没学明白呢，怎么教别人啊？刘星，做人要厚道。我又不是瞎讲，我这是一趟一趟辛辛苦苦求证出来的。你找谁求证啊？刚才屋里不就你们俩人吗？我要说是搜学王帮的忙，那我这脸往哪搁呀？啊，我亲爱的搜学王搜老师，我太感谢你了。只要你每次都能够把星星叫来，我就每天用完以后，给您老人家细心的擦一回屏幕。然后把电池卸下来，让您好好的休息。我一定会好好的爱护您的。我问你，今天你们语文作业是不是留了一大堆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语文作业留了一大堆啊？我们楼上那赵喇叭不是跟你一个班吗？你还真有心啊。当然。为了你，责无旁贷。其实吧，这个语文我倒是自己能复习，就是这个化学有点问题。化学啊？嗯。那你可算找对人了，化学可是我的强项。那你能帮我辅导一下吗？没问题。嗯，有题吗？嗯，就是这道题。哎，拿一支笔。来。增加的是它的分子，对，分子一增加。错啦！什么就错？什么就错了呀？你在这瞎捣什么乱呀你？增加反应物的浓度，应该是增加 Q 值的分母，而不是分子。我就不说你什么了，就您那化学水平，增加的肯定是分子。不对，我说怎么刚才听你给我讲的那么别扭呢？刘星这么一讲倒是清楚多了。嗯，哎，刘星啊，那下面怎么做呀？下面啊，你靠边，你靠边，我看不见。下面啊，我看看啊，下面呢应该是反应物是沿正方向移动。啊，哎，这下清楚多了。对吧？嗯，我下面还有好几道题不会做呢，我还去你们家做行吗？行啊，走。嗯，全才呀，我太佩服你了。爸，全才，什么叫全才啊？什么叫全才？全才就是文武双全，那才叫全才呢。刘星，刘芬，你给我回来，哎，咱俩武斗，我不一并不给你做。这么多书，你把所有科目都拿来了吧？差不多吧。我爸跟我说了，如果这次我考试能提高5个名次，他就带我去香港的迪士尼乐园。
提高5个名次就带你去香港迪士尼乐园？嗯。你要是提高10个名次，他还不得带你去美国的迪士尼乐园转一圈？那个，我能问一下，你现在多少名吗？我现在目前第6名。不是，想一下蹦到第一名？所以才需要你这才子的帮忙嘛。是，是，那好吧，时间非常紧迫，咱马上开始吧。嗯，好。物体在与初速度相反的横力作用下，这是什么动作？鬼才知道。假设它是，我可怎么办呢？看来我只能靠苏老师，可我怎么跟他说呀？办呐，不能老拿上厕所当借口吧？今天他一下要补那么多科目，就差点露馅，我连查的时间都没有。哎，看来啊，我只能用个笨办法了。搜学王搜老师，今后可全靠您了。大家静一静啊，老师说点事儿。大家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测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我看到这个成绩非常高兴，很多同学都有很大的进步。同学们，在此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，中考的成绩好与坏跟你们现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个同学，林宁同学。啊？很不容易，他的成绩提高了6名，大家祝贺他！谢谢。还有一位同学，我要重点表扬，因为他的成绩提高的更多，他就是刘星同学。啊？他的成绩这次提高了20名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同学们，我们通过这样的成绩可以看出来，刘星同学是做了多么大的努力啊！他是怎么刻苦学习的？20名非常不容易啊，刘星。好，我决定在你的成绩册上给你记一次奖励。啊，继续努力啊！是。那这样，我们明天的班会啊，刘星。啊。你总结一下。啊。写一写，明天跟我们讲讲你的学习经验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嘛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们继续休息吧。写总结，这还真是头一遭。怎么写呢？尊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。我之所以学习成绩能够提高那么多，和你们的帮助还有鼓励是绝对分不开的。宁静，何老师叫你去一趟办公室。哎，好。不会是发我奖品吧？
你说这何老师，口头表扬表扬不就完了吗？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啊，老师说有人举报你作弊。那你这次到底进步了多少名啊？啊，才两名啊。20名。啊？20名？这火车提速都没你快。这次进步啊，确实是猛了一点点，但是离第一还很远。妈，等我考到第一名，您再激动也不迟啊。刘星，你进步，妈不反对，妈当然为你高兴了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使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手段可不行。这个，谁用歪门邪道了？我用你。那个孩子进步这么多，应该表扬嘛。啊，很好，刘星啊，给人孩子点信任嘛。我当然我想信任，谁不想信任自个儿孩子？他值得信任吗？我还不了解他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不考试作弊，他能一下提高那么快，我怎么不信呢？我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也没用。哎，但是啊，最后我还得告诉你们，我敢用我的人头保证，我这回绝对没作弊。无所谓。刘星。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。嘿，他脾气还挺暴，还用他的人头担保？你那人头也是作弊的人头。别浇油了，还听不出来啊？这是真有所谓了啊。凉特好吃。刘星，出来吃西瓜，再不吃可不凉了啊！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甭叫他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你爸呢？出去了。干嘛去了？不说一声。我也不知道，刚出去的。刘大道，哟，吃冰镇西瓜。干嘛去了你？干嘛去了？量你也猜不着。我告诉你啊。嗯。我出去啊，刚去弄了一套这个高中的测试题卷子。嗯，一会儿啊，咱就让刘星当着咱们的面好好做一遍，啊，咱们一块监考，看看他到底能做成什么样。嘿，好主意，是吧？吃瓜，吃瓜，吃瓜喽。满分啊，就差14分。啊？行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这充分证明人刘星上次考试绝对没有作弊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啊。先甭管你妈妈怎么样，我先代表他们向对你的不信任表示真诚的歉意。我接受您的道歉。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表示啊？我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，妹妹？为了表示歉意，我决定立刻出门，给他买那个他已经盼望已久的变速自行车。变速自行车？刘星，行啊，3日不见，刮目相看嘛。那是。不不不，赶紧看看看。喝水，喝水，来来。其实啊，今天把你们俩叫来，我就是向你们俩坦白一件事儿。还是我先坦白吧。你都给买水了。那个老师怀疑你考试作弊，是我误导的。什么？对不起。没事儿。其实老师啊，今天已经给我平反了，而且啊，还发了我一张奖状呢。表扬我最近学习成绩突飞猛进，我觉得呀，这张奖状也应该有你一半。啊？其实，在我和你争着给杏儿辅导功课这阵儿啊，我的学习成绩才有所提高。你别这么说，这么说我多惭愧啊！不用惭愧，磨练使人进步嘛。那个杏儿啊，其实啊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学习成绩根本就不好，也不是什么才子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一阵儿
学习成绩特别的好吗？有老师指点。对，而且我这个老师还是全科的。哎，那我也让我妈给我买一台，我走了啊。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刘星刘星，我到时候也让我爸给我买一个，然后一会儿你陪我回趟家。成，那就走吧。但是在走之前，你是不是得先把你给我打小报告的这笔账算了呀？刘星，饶我，救命啊！救谁的命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什么鬼？